主要是说叫我帮他照顾两个小孩，弟弟乐乐跟弟弟，然后照顾爸妈，然后他很对不起爸妈，因为讲真的，对姐来讲可能是一种解脱吧，真的是一种解脱，因为他最后真的很痛，然后爸妈不放下，家人不放下，他都不舍不得，真的，在最后爸妈。没有说放假的时候，他真的他不走了，就是。但有没有讨论出来要怎么帮姐姐办这个告别式？姐姐就是在要走的时候，她有她录一段音，她说她是强调特别强调她是基督教，所以我们会请牧师来，然后帮她做一个祷告，带到追思。那最后的录音里面有没有说特别交代什么？就是二姐最后有，其实我有跟她讲的话，二姐最后跟我讲的是，主要是说叫我帮她照顾两个小孩，弟弟乐乐跟弟弟，然后照顾爸妈，然后她很对不起爸妈。可是你开始要特别交代什么？除了刚刚讲的之外，对啊，其实她最后。两天在医院的时候，我都有去陪她。其实二姐已经那时候都没有什么意识了，讲真的。然后她要走的前一天晚上，我有握着她的手，她握了我的手两个小时。对，然后只是看着而已。然后她说，她有跟我讲说她有心愿，可是她讲不出来，就是有心愿未了的意思。因为他之前已经有跟我们讲了，就我们能做的，我们一定都会帮他做到。而且他放弃拯救你，心里是很受惊。刚刚很难过，刚刚很难过，我们全家人都很伤心。可是要一定要坚强，因为爸妈声音这么大，而且前一阵子他还动工了，对啊。因为讲真的，对姐来讲可能是一种解脱吧，真的是一种解脱，因为她最后真的很痛，然后爸妈不放下，家人不放下，她都不舍不得，真的，在最后爸妈没有说放下的时候，她真的她不走了，就是直到爸妈真的说放下了，她才离开了。家人状况都不知道，也都没有吃啊。然后不要担心爸爸了，因为他回家量血压，他的血压还是蛮高的。昨天血压好像快200了，这样对吧？他前一阵子身体才中风，所以蛮担心爸爸的身体。